好。选手在那个台湾拿了好成绩，他结果到那个公泽庙，哦，盐埔公泽庙去拿到那个帽子，结果那个就大家都很受欢迎，所以我们城隍庙一看上，我认为这是很好的活动，我们可以抛砖转力来哦，祝福大家那个运动选手能凭经费还是一些那个。公庙能支持我们这些选手，因为我们庙里是大概的钱是取之于社会，回馈社会是正常的，所以我们庙跟我们这些委员，他就很乐意做这种事情，所以才今天才办这个活动，希望他们能拿下奥林匹克的门票，因为他们下次要去，所以他经费说不够，那我们就是希望能够送他机票去拿那个那一项的成绩，那个进场的一个票。我们选手们耶，这一下要好不好？耶！谢谢大家对我们的建议，谢谢我们这次的代表，谢谢我们第一届的评委，好不好？继续创造佳绩，感谢我们校队陈开鹏，我们的主任亲爱的校队，这就是我们今天校队的主教练站台。奥运全部是靠他们，所以我们这一次特别请城隍庙赞助他们抛砖引玉，你们一定要拿到最好的成绩回来，好不好？好。和我们的集徽，幸运球，幸运球，好。